你看，看着我父母都找这个。情感我，好吧，哦，好吧。谁主名贵得妻子，华夏儿女尽开颜。哎呦，吐口成诗。不是三军过后尽开颜啊，嗯，更惜话痨。嗯，贼君子。对。不求金钱。这是什么？虚实的。哎，我是个纸本。你叫我一端杯水，我就一端杯水；你叫我给你拿支笔，我就拿支笔。可我不会无文弄墨，只会描文卷字。你竖着的，要竖着呢，不能鼓掌。少几根没有事，别多了。老师傅，话到无求品自高。不，你等一会儿说，等一会儿再评论，好不好？你先去上哪位置？你先。好。话到无求品自高。这就大实话完和你的。嗯。哎，你再等会儿评论。大师现在正在集中精力，全神贯注。有谁关注？嗯，哎呦，很有气势。写上写上你的名字。嗯，对，两个人都是特别签的。嗯，好，你大概叫领导去。嗯，对对对，这很好。给我入啊！好，谢谢。你来个题目，来一句，一句，你还是你来？不，咱弟兄俩合作都是，你来题目，你的题目，一飞，惊天上，一飞，冲天，就是一飞冲天，行不行？叫一飞就是展翅高飞，展翅高飞，啊！来把帽画出来行。
谁的？那黄主任的。没看是个回消息的。给那个谁？黄主任也来看看。给那谁？黄主任喝个微波炉。你先放一圈吧，不行吧？哦，先放一圈吧，你下午回来吧。回来了，我放这里不行了。没人给我看了点，我就不行。啊，也行。那都拿下来了，就剩你的了。啊，那个他说放奥迪车上的。啊。放奥迪车上的，他现在不低。林云志，行行行。林云志。林云志。林云志，这个再一个没有什么，林云志，哎、我都用林云志。对对。林云志。什么什么林云志？庄主，不用就林云志。哎，是吧？庄主林云有点特殊，就林云志，一飞冲天有点太。哎，一飞冲天，林云志。那还有要他这个不不愿意要这个一飞冲天，可以要收敛一点。一飞冲天现在才大点啊。啊，对，就凌云志吧，就三个字就行。一飞冲天，不是你说的，是俺给你的。凌云志吧，凌云志。凌云志吧，不要过这个。嗯。凌云志。他把游戏全是搞黄花天啊，不要别的游戏。别写我了，你！哎呀，哎呀，老弟，这个是，这多好呢！哎，分水中七题，啊，你看，我带你大光，那你的光，比你值多好。啊，你别看你说一句话，比我这还重要。你老是个台湾，你画的封面一下，孙俊廷就绝。你还给他写名字？不写名，不写名，不写名可以买钱。哎，你没说，我跟你说，不写名可以买钱。对，你得说。咱给出去。啊？我不要，我不好意思的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你了。